的了这是啊？啊？干啥玩意儿了？你看着点儿，别给我踢倒了。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。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？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你不能跟别人说，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，我虎啊！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。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？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为黄小黄制造浪漫，我要跟他确立关系。哎呦我天哪！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，还挺会制造浪漫的。哎，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，他要是不会的话呀，我就教他，我现在就去找他去。小米粒儿，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，我刚才把火点着了，好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小脸儿，四儿，那什么。我刚才正找你呢，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，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。是找我有啥事儿啊，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，我现在就正巡逻呢。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，我学习呢你知道吧，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，我这天天背天天背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，哎呀眼睛也有点花。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。怎么的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呐、啊、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、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、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、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。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，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，绝出好眼睛，看见真心人。等会儿别起哄，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。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。我就过来看你，净整那些没有用的，我给我放井里了啊！说吧，啥事儿？是这样，我呀，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。哎呀呀呀！这个事儿等会儿帮我，等会儿，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！咋的？你表白你跟他说呀，我这嘴多笨呢，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可拉倒吧！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，多厉害呀！还你嘴笨，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知道了知道了，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。咋听的？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？那是啥呀？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。哎呦我的妈，彦祖啊，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？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，你们干啥呀？一人来一脚啊？不是，这啥意思？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啊？我这没看着啊！你说说，我这捂脸呢？你说说，你摆直了，摆直，这还有个空的，是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啊，非常简单啊，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。咋配合你啊？看着没，这一条。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！哎呀，一会儿黄小黄来了，就能在这个温馨、浪漫、充满幸福的。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。完美。你啥意思啊？给我累成这样。对不起，小区里不能点火，这是规定。
啥规定不规定的？就咱哥俩这关系，你就让我点了呗。咱哥俩这关系再好，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，这多危险呢！再说这片归我管，就不归我管，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。不是我点不点，我都准备了。如果要没有这个，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？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，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？对，你只要不点火，这个忙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谁帮你？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？行啊，行，我信你啊。行行。然后那个小脸，你看啊，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，哎，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嗯，你这样啊，来，哎呦我，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，看着没？就是这个音响，到时候吧，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，让整个气氛燥起来。对不起，我造不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小四，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，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，那完了，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！你这属于扰民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凭啥做不到？我这怎么整啊？别着急别着急，不就是放音乐吗？啊，你把这个关了，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。不是，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？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，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。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？啥呀？中华小曲库。行，小曲库，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？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，我只要这么一比量，哎呀，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，看着没？黄小黄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拿回去。对不起，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。你想咋的？对不起，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，就捡起来。你说我这都准备了，你不让我办，我撒给撒给，着什么急呀？急闹什么呀？这事多简单呢！我不让你贴，不让你挂，我有办法。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，手势一上，我叭一给你撑开，你看看，那气场是不是？来吧，三项明白了，开始整吧。你等会儿，干啥？没完呢，这些都只是铺垫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，还有第四项。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。晴天霹雳大惊喜？对。怎么个大法？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，啊，你那什么，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下，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，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。你感动一个，你给我试试。你感动？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？又咋的了？又咋的了？蜡烛我都不让你点，我让你放炮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小区说过了，无论是谁啊，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，不好使。不是，哎，小脸，你理解理解我呗，我现在都老难了。你老什么难呢？别着急，我有办法啊。这样，小四啊。你捧着这两捆烟花，拉着黄小黄的手，然后你就回家，你把门关上，在你屋里放乒乓，哎，那看着真灵啊，那还上一边呢，对吧？干啥？搁家给他点着了，不给我家崩着了吗？你看，这时候明白了啊，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，那你要是在这儿点，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？多危险呢，这绝对不行啊！脸儿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，我都老难了，你帮帮我呗。你到底怎么难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，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，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，发信息不回，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，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。天是啥意思啊？就是把你删了呗，是吧？是的，所以我才在这等他下班嘛。不是这样，小四啊，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，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，我得合计。你还合计啥呀？这都快来了，你就啥呢？怎么的？小区搞活动啊？来了来了来了，上！
下班了啊。啊，怎么的，在这专门等我呢？啊，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。那你说呗。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。小四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？这也太温暖了吧，是不是贼暖和？你再不拿开，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。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？小太阳威力无穷。看我干啥呀？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，我下边应该干啥了？音乐啊，对，那个小黄啊，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，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。那个，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。老舅啊，哎呀妈呀，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我忙呢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。老舅。小四啊，嗯，这就是你的心声啊。那个小黄，这个不是他的心声，那是你的心声呗。是我的铃声。你就别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乱，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？行，是这样，小黄，就我啥意思呢？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，都是苍白的。我为你，就是我都写下来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咔，你看。乐了，这是高兴了。小四啊。啊。你要是觉得我像呢，你可以发一个微信。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，还让人举着吧？咋的？感觉肉麻呀？不好意思念是不是？您念不就完了吗？这有啥的？黄小黄就像老鼠。不对呀，差几个字啊？你这贴的有问题，你咋两半贴的呢？这还呀？不是，你看误会解开了，这不还有吗？爱大米，这我爱你吗？你爱谁爱谁？大胆！我要爱大米，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、啊？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，行不行啊？行了，我上一边去，行了吧？不是，都要走了，咋？站住！不是黄小黄啊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。说啥？不是，他呀，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，头三样我给搞砸了，但是第四样，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。我不想看。不想看啊？你要干啥？来。你要干啥？那就对了。你要干啥？干啥？哈哈哈哈。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不是，你要干啥？哎，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。我告诉你，来，你瞅瞅，控制住啊，小四，干啥呀？来，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。我还什么晴天霹雳？你不让放烟花吗？听着啊，蹭。呛着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？他最后一响啊，可能是个蔫儿炮。哎呀，行，小四你行，你太行了。
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。你在这干啥呢？耍呢？玩呢？我不是要惊喜吗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。放花是吧？放，可一宿放。啥意思啊？嗨，这还听不出来，让你可一宿放，成了。是吗？这确立关系了，这是没毛病。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，小脸真的，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。哪个？你啥也不是啊，你呀、啊，我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？那你告诉告诉我，你是啥？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。你什么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啊？你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吃的大俘虏，你、啊、谁的大俘虏？哎哎，大晚上你俩吵吵啥？玉米来了哈，你来的正好啊。于小脸啊，坏我好事儿。谁坏你好事儿啊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你说你在这整的皮儿片的，到时候不都我给你收拾啊？坏你啥好事儿了？我看你俩配合的挺好。啥意思啊？蹭荡蹭蹭荡荡。好了好了，不是你都看见了？看见了，你俩这花放的多好啊，又开色又环保啊。你看见了，正好啊，你给我评评理。嗯，你说如果真按照我刚才的那一个步骤下来，黄小黄能感觉不到浪漫啊？我觉得吧，这事于小脸做的没毛病，是不是？他不让你做这些，是他保安小区的职责，这都是危险的事情。我觉得哈，小翠，你今天表白失败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你不了解女人。其实浪漫很简单，比如她喜欢苹果，那你送给她一个大苹果，她就很开心很满足，这就是浪漫了。好好体会一下吧。你说的太好了，你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。我还真是不太了解黄小花，从今天开始我得好好了解了解他、我得先知道他喜欢什么、是不是？加油加油！我好好想一想，你想想，小黄啊，你小点，别帮人家了。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？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啥呀。其实你不就喜欢听歌吗？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首歌要送给你。你呀，就好比那首歌。我就好比你的母亲呗，于小脸，记住了。不是老舅啊，